钱东俊，我真正大概看到你拢在中心实习哩，我真是猜不透你啊！哼，搞到你才知哈。那你敢知影，伫无极集团真正的 key man 到底是谁？哼，除了尤总裁以外，还够啥？无电视嘛爱看电视，迄新闻拢有咧报，无极集团真正的 key man 是张君南 boss。你若是想要白给，应该白给才对。伊是医下高级的奇才，你哦，就算爬楼梯爬到搁较悬，伊嘛是打在你的头壳顶。哼，是啦，我对张博士哦是有较清楚啦。也毋过，你敢有比我搁较了解啊？我看你嘛干那是哦，伫咧碰碰尔尔啦。哼，我毋那是识张君南。我甲伊的关系阁真好。哼，江博士的身份地位遮尔啊悬呢，假使讲我若是需要爬楼梯啊，才有法度甲伊比。那安尼，你这个卖西两个残花败柳，都干来当趴伫涂骹仰头看伊啊啦。迄是你唔知影丁小姐安尼骂我。讲什么？讲什么西蒙两个残花败柳？在军人眼中，我是一蕊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。安尼哦，是讲你甲你的君南啊，是虾米时阵变甲这样尔熟的？啊，你唔多讲出来，我批判一下啊。我看你是碰风水过，太无肉啦。我甲君南是伫个海边时阵，伊一看到我就撒电话，佮问我甲伊当做伊女朋友。嘿嘿，等等。我呢，安尼听来听去哦，拢感觉你是咧合并啊！这样尔好康的代志呢，哪有可能会发生伫你这个一颗溜溜的小查某的身上？这就要感谢你啊！是离开你这笨手了，我才有机会去认识一个这样尔爱我、听我、事业阁有成就的查甫人。我是医学精通的，带我去参观伊的实验室的时阵，惊我会挂。搁甲伊外头抹伫我心上，甲我笑喵喵。我若是无赶紧阻止你哦，你这家规啊愈分愈大，恐吓我都受煞啦。张博士啊，你也是赶紧入来回答一下啊！你敢真正对这林子倩这尼啊温柔体贴啊？今日伫外口，那年我拄则讲的话。伊毋着拢听着，阮确实有咧交往，你有啥物意见？恁两个真正在交往？想袂到你跟我分手，拍到这么快，就甘心的。安怎？今麦看到我的男朋友，就感觉袂晓讲话啊？张博士啊，你千万唔通让伊的外表骗去，伊都是一蕊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。我想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啊，你唔免阁讲东讲西啊。好，好啦，恁欢喜就好。啊，那呢我嘛无话通讲，我就卖阁甲恁交了吼。我唔是要甲你斗相共啦，因为哦，我唔是真介意陈东俊。我知影，我嘛无要干涉你的意思，我只是利用你来攻击伊。即摆你的任务完成，瞬间无相。你拢是安尼感谢有帮助过你的人。对啊，
望阮陪伊就是我的本性。你应该知影青蛙甲蝎子的故事，我就是迄只和青蛙排过溪，煞翻头来甲伊夹一撮蝎子。所以要若是看到我，你会当想我，你就想我。啊，林子倩啊，你真正哦，参照你仔所讲的，是一只会用刀，把人杀到远远远的刺鬼。既然你过到这尼啊无欢喜，那呢，你哪拢无想过要离开姜家？我当然想要离开姜家，啊，不过我知影公司伤侪商业机密，因哪有可能让我发走就走？我只会当继续做一个有体无魂的人，过一日算一日。好啦，你莫这么悲观啦。你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得着有人好好甲你疼惜。天公疼好人啦，我相信你的付出总有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。别哭了，你笑起来较水啊！啊，歹势歹势啦，我只是以一个朋友的立场来这关心你的，我并无其他的意思。若是有甲你麻烦到的，我点只诚心甲你回信的。不要紧啦，我家己嘛有淡薄仔失态，我先去洗手间整理起来。你个家世太鬼怪，我就会当得到你的心吗？我记得蝴蝶无咧用随身碟的习惯啊，伊拢是用云端还是 email 在处理文件呢？啊，那有这个？随身碟吊饰啊，敢讲这内底有啥物特别物件？我来爸会去用到安普罗的山寨机，是游总裁利用人头的公司设的局哦。连爸这么成功的人呢，拢会败在尤总裁手头了。这个查某真正是哦，比表面上看起来，搁较心怀手软嘞。不怪蝴蝶这么惊伊啦。哦，原本是来这，要甲这只小蝴蝶哦培养感情啊，煞我捡到宝呢。叫爸。你愿意签一张同意书，把黑旗集团的负责人啊委托给我，那安尼我自然都会把会当让黑旗集团起诉回信的证据提出来给恁啊，让恁明仔在开庭的时阵啊，拍赢这场官司，把迄个油香水啊好好修理一下，替爸出一口气，恁感觉安怎？嗯，陈忠俊，不然这是气象啊！好啦，雷平啊。唉，小雨，拄才这个业主讲的话，讲不落去。明仔载啊，就提供邮箱随听。原本啊，我无都确定啊，这件代志是咪跟邮箱随有关系？拄好，这个小明德贵陈东俊，回地唔对啦，叫我多来证明啊。确实，山寨安普罗公司跟油香水是有关系。爸，你哪安尼对待我？我拢用诈证过来哦，表达我的诚意呢。
家爸，你愿意签一张同意书，把黑旗集团的负责人啊委托给我？你可真正跟我讨录音吗？好了，既然政府已经提到手啊，陈爷，要安怎让伊出去啊？拢由在你啊。出去嘞！哎，都包去啦！恁真正唔知好歹哈？这个政府是给恁包赢未输的，恁竟然拢无看在眼内，恁绝对会后悔啦！臭傻逼！这不就是陈中信跟无极集团的杨总裁在那拍关系？原来陈东俊就是想要用这个证据跟陈中信来讲条件。好，我来把这所有资料拢传去我云端。这一切都是阿姨在主导主演，她设计的局让陈中信跳进去。陈中信真的不是山寨企，是正港的一把一号，是阿姨挑工去改造和换掉的。张君南，你哪会在这？你跟踪我？我无这么无聊，是超越约我来这，结果煞让我拄到一位女伴的聊天顶，咧手欠伊旧今年的债务。江文杰，是被关去倒一个疗养院，还是育幼院？我的代志跟你无伫代，卖关因阿叔。哎，给我放开！你手已经受伤了，敢拢袂疼？胸宽胸硬，大惊小怪，放手啦！稍等下，空嘴哦，爱先处理啊，那无会干掉。好啊，回去哦，我一块红药水，一斤就好啊。无代无志对我这么好，你讲你有什么目的？我有什么目的？应该是你对我有企图。毕竟哦，是你先对我公开讲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所以我就爱加关心你一寡，敢是女朋友？你真正是无聊的呢？走这么紧，还知影歹势。陈东俊是对窦唯摕到安珀罗证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通知阿姨？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也关系到超越，我是安怎做才好？